大家知道吗？每年的7月15号是李文岛的祭典。早上去上班的时候，就看到很多人在准备祭典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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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很想跟在后面看看，不过就是要上班了。人家不想上班。接着到了中午的时候，祭典的巡回路线就到了公司附近，老板就让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工读生下去看看。于是我就拍了下面这段影片，请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不过应该是一个祈福的活动。而且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，老板居然知道我们这些工读生在想什么。接着到了晚上，就有团体跟我们公司订餐，这些订的餐点就如下。看了是不是觉得很饿呢？没错，我看了也觉得很饿。然后我还发现祭典结束之后，每个人的家门口都多了一些花花草草，那就看一下影片这样。那我今天介绍李文岛的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，就在旁边按旁边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